昨天11月5日，王力宏现身成都，刚刚到达机场，王力宏就遭遇到尴尬一幕。只见一位女粉突然冲出，并疯狂攻击王力宏，立马导致现场混乱。据悉，这位女粉姓高，似乎和王力宏有什么特别的关系。只听她大喊：“王力宏，你算什么男人？7年了，虽然不知道具体指的是什么，但是大家猜测，又是一个陷入幻想恋情的狂粉。没有人会认为王力宏真的和她在一起过吧？虽然非常尴尬，但是王力宏一直勉强微笑，也没对该女粉有任何回应，只是在保镖的护送下大步走开。此外，周围其他的粉丝还一直喊保护二哥，女粉正在攻击保安，保安大哥也没有回击，只是将她挡在外围。王力宏一脸懵逼，尴尬傻笑。